场里面小人王，什么星座最喜欢暗箭伤人？我被天蝎座告过三次，那人家讲了他一些什么，然后我就在人家脸书上面写说这个人很可恶。合理啊，你大喇叭你去附送人家。大家也都在那上面说了这些话，我觉得大家很危险，但是又忍不住自己火上。好想讲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打更班。